这件外套它也算是 oversize， 但它最特别的地方，除了它是那种卡其，它跟之前卖的奶油色的外套完全不同，它是连帽的耶，好可爱的帽帽，而且呢帽子是大朵的，戴起来超好看的。好，有的帽子啊是假的，就是重看不重用哦。刚刚一开始妞儿拿去搭小碎花样，现在来搭这种素面的洋装，如果来搭上这个外套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你看哦，不论你是要拍照真的戴帽子，还是呢要穿的穿好，我觉得都好看。有没有看它的手袖是非常好拉上来，它是不会卡的，所以呢当你要做事情不想折袖子的时候，我们全部把它往上推都是推得了的，非常非常的棒。但卡其大家真的不用担心，它一样是非常提亮亮肤色的、哦、因为妞儿真的最近变黑了，确实黑黑不隆咚的，但是呢穿起来一样非常的显白。那再来布料上呢，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，剧院呢绝对是选软料牛仔跟薄款给大家，没有人会想在高温炎热35度来穿这么热这么厚的外套，所以呢外套部分呢大家别担心。